一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便利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是脸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其实顾海对你挺好的。他对我好？你在开玩笑吧？从哪看出他对我好的？就拿今天买早点这事儿来说，那些面包蛋糕的倒是好买，可那些什么包子、肉夹馍、鸡蛋灌饼、煎饼之类的，不得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排队去买呀？说不定都是在一个摊子上买的呢。你见过那么杂的早点摊啊？哎，反正让我排队买那么多样，我是没那个耐心买的。就纳闷了，你怎么老和顾海过不去啊？我和他过不去是他看我不顺眼吧？每次找我的茬儿，要是有人让他不搭理我呀，我给那个人磕三个响头。至于吗你？反正我觉得顾海挺喜欢你的，我每次上课一回头都看见他盯着你看，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一天到晚老盯着你呢？我哪知道，逞幺蛾子呗。可我在他眼里看到的都是满满的爱。反正我觉得顾海挺喜欢你的，我每次上课一回头都看见他盯着你看。看我干什么？你脑袋转得跟方向盘似的，我要不看你掉沟里怎么办？我看班里的气氛太压抑了，同学们都快睡着了呀。这样吧，我挑一个同学唱一首英文歌，来，谁自告奋勇一下？白洛因。那就白洛因吧。This is consolation to the rush of days when the heat of the rolling world can be turned away. In a chanted moment, if it sees me and it sees me through, it's enough to make me sing. It'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.你可真是个全才，老天怎么把所有优点都安在你身上了？哪怕允我一个也好啊。来来来，英子，那丫头又给你打电话了。爸，你这给挂了吧。哎，这算了，还是给我吧。这小子，啊，接电话。你有那么烦我吗？咱们以后别再联系了。你要真那么做，我就整天骚扰你爸爸。
就这样吧。打完了。嗯。那丫头谁呀？说了你也不认识。对了，嗯，您的手机卡里还多少钱啊？嗯，20块钱不到吧。嗯，那办个新卡吧。哎，哎呀，我的手机号全都存在这卡里呢，我全丢了，完了。反正呀，一天也没几个人给你打电话，你的手机号不用也罢。哎呀，哎，英子，嗯，你前两天那个上火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，你给那药膏特别管用，是吧？哎，那个药膏你放哪了？嗯，就在那个屋里的抽屉里。行，黄色外管啊。嗯，好的。哎，上火。痔疮膏，不可能是这个。爸，在哪儿呢？不就在那个抽屉里吗？我找了没有啊？哎呦，这几个，哎呦，不就在这儿吗？我是嘴角上火，你给我用痔疮膏。这有什么呀？哼，上次的时候你奶奶犯脚气，我也是拿这个给她治好的。犯脚气和嘴角上火能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，那502能粘塑料，还能粘鞋呢。哎，甭管它这是什么药，只要能治好你的嘴角，那这就是好药。你看，你嘴角好多了吧？不是好了吗？别推我呀你！啊去！啊去！人物、地点、时间，所以呢，你们在做阅读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白洛伊，When was Rochelle established? In February 1907. 嗯，我靠，坐下，一边睡觉一边听讲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第二题，它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给我来一瓶安眠药。你要干嘛呀？甭管了，赶紧给我拿一瓶。这学校有规定，安眠药可不是随便能开的。我睡不着觉。那我最多也只能给你两片。Thank you.
交作业。什么作业啊？数学作业。你又不是数学课代表，你收什么作业啊？课代表说有事儿，让我代收一下。有事儿？我看是去小树林里谈恋爱了吧？哎，让你交你就交，哪那么多话？我不交。我的数学课作业只交给数学课。你。给。银子，交数学作业。银子，银子，醒一醒，该交数学作业了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他脸怎么这么白啊？银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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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晕过去了。快快快！不是，你咋这么菜呢？医生，你来。走开，我来。走快，走快。小一呢？小一呢？小一，过来看他怎么样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认识他？哎，你是那个尤其？啊。你就是那个校草啊！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前两天有两个女生来看。你再品一句，我明天让你消息室关门。来，我看看。他这是突然晕倒呀，还是？就是吃了你开那两片安眠药。不可能，两片安眠药那是正常的剂量，他一定是混了其他的药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看见他抽屉里貌似一般感冒药。快拿来，我看看。各项指标都挺正常。这都过期多久了，还吃？啊？嗯，他有点发烧，再加上吃了过期的药啊，混了安眠药，所以啊有点体虚嗜睡。醒了就没事了啊。行了，你俩回去上课吧，我看着他。我来吧。我说我看着他。走吧，下山省得乱。来，爸，我不渴了。这么客气、啊？怎么是你啊？哟，这么快就不认爹了？你，哎呦，你别动，那手扎着针呢。你呀，吃了过期的感冒药，然后我又在你水杯里放了两片安眠药。你告诉我，我哪里惹到你了？我跟你道歉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别搭理我了？我呀。可以赔偿你的所有损失，但是让我不招你啊，我做不到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就是有病啊，有病就吃药。你就是药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想让我好了，你就得忍受煎熬。对呀、啊，我521，你呢？我还没算呢，来帮你算。150。语文126，这不公平啊！就你的作文，换成我的字，肯定不是40分。理综287，总分694，抄的吧？
我前面是尤其，后面是你，我抄谁的卷？哎，我们英子是以第一名考进这个班的，他的名次一直是班级前五。太坏了！我怎么坏了？你摧毁了我接受天才的能力，你也摧毁了我容忍傻逼的能力。白洛因，你丫给我滚出来！白洛因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小心我把你老底儿给你兜出来。我真要给你兜出来了，看你还敢不敢在这个学校里混。别以为学习成绩好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！哪天你要真把我惹毛了，你就是全校第一也得给我滚蛋。我有什么老底儿？你说出来，我倒是想听听。真让我说，我怕我说了你哭着跪地上求我。有种你就说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。同学们听好了，我就说一遍，你们班白洛因是个有妈生没妈养的杂种，你们知道他妈是干什么的吗？说出来吓你们一跳，他妈是个小……哎，等等，现在换词儿了，现在叫失足少女。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你敢打我？给我道歉！凭什么道歉？你要再动我一下，我明天就让你进去。不信你试试。道歉！都道歉！都道歉！操你妈！不道歉是吧？我快出人命了！我数三下，不道歉飞你腿，听没听到？一，顾海。二，我松手。顾海，松手。顾海，顾海，你们二，改造成一。顾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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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住手！走，松手，我自己能走。顾海这次恐怕回不来了。吴芳是个富二代，家里有钱有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回来收拾东西吗？这么了解我啊？还回来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委屈你了，我一定会找人把你捞出来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回去吃饭睡觉，明天我还回来呢。再说你去哪儿捞我啊？怎么会没事啊？那么想我有事啊？不，行，我先回去了啊。等一下，穿越回班级。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
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，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听不见我说，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，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见我说别走。